吴奇。哎，有线索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真没有真没有。怎么会呢？你看一下胶条，你自己找一找好不好？哪里有胶条呢？给点提示吗？我真没有。情谊最后一期了，我在想，我真的在想。在想吗？对，在想在想。嗯，你要想到了，你要跟我说一下你想到了，好不好？行，你想到你也跟我说一下。可以。好。什么？你这个是你包包配套的衣服？哎，是，很合适啊。哇哦！你包有响吗？包里面啥也没有，包里面就一个包。你真是天真，你没有这件绿色的衣服，你这辈子都逃不出来。好了，我打算走了。先去宜家坡组的42号，走起。40号和41号，那42号应该就在这儿。42号喽，这里。宜家坡组42号，找到了。两封，对了。那接下来就去宜家坡组的8号和9号，刚刚那个地方。哦，找到了，可以去8号。8号，找到了。10封信里面有7张贴了邮票，青海玉树、浙江杭州、河北廊坊，这3封信都没有邮票。信件来自于全国各地。